刚才心脏这边痛了一下啊，哎，心脏痛了一下啊，心脏痛了一下，哎，我这个时候我又看到那个刚才看到那一幕啊，看到那一幕这个，这个垃圾车啊，垃圾车，慢慢过来了啊，慢慢过来，好像在，这个时候我看到有几个人从垃圾车翻下来啊，好像什么从上面就跳下来了啊，从那个垃圾车上面，好像从这个层面就啊往下掉啊，这个再慢慢走，他们，往下掉以后好像那个往下掉。像那人就好像那个直接就从天上就下来的感觉，这个这一幕我看到到底怎么回事，大概或者那个他们人呢从那个绳子上挂下来了，人呢就挂下来，因为真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慢，很慢，好像人呢在那个人在这个方箱子上有关的人呢就下来了，下来以后呢，原来空箱子过去啊。是由机械手，相当于机器人操作的啊，机器人操作的。那些人呢，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些人呢，就停留在海上，人下来以后就像一个橡皮艇一样的，他就在海上，然后类似啊，他们在海上以后就拿着这个遥控器啊，来操作这个设备啊，慢慢飞到那边去啊，外星的时候飞到那边去，让他飞到那边去，飞到那边去以后呢，然后把核物质搬到那个铁箱子里边啊，搬完以后呢，然后这个铁箱子就开始起航了，把核物质慢慢移走，然后呢，这个他们这个铁箱子走了以后呢，然后另外一个圆的飞碟啊，就把那些人呢，相当于在橡皮艇里面在海上，操作的人呢，另外一个飞碟就把他们接走了啊，那种飞碟就是接人的就是很快。那个就是很慢啊，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。我今天我再讲一个昨天的板块啊，昨天呢，我讲了一个临牌的一个5157D，你们去看看啊。那个5157D呢，我那个是要排什么？我想想啊，隐隐约约的焦虑是，我呢最近把那个关于那个肺炎。是外源附体和那个疫苗是那个无效技术，另外还造成了类似转基因，就像猪流感、禽流感一样的，把小基因接到猪上面，和鸡上面，然后让它死亡了。那么人类如果接种那些类似的基因疫苗的话，也会导致人的死亡。我要把它写出来，写成书。但是我写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那个焦虑啊，这我也自己知道，因为你想这么强大。那个西是那洛克菲勒家是在统管的，然后疫苗是比尔盖茨他们这里镇长，这个都是一个大财团，我们对抗不过他，所以呢，我一边在写的时候，一边在有焦虑啊，隐隐焦虑。昨天呢，我排我呢有隐隐约约的焦虑，然后呢，我看到什么？在战壕里面站着几个大概就是可能就两三个瘦子啊，人面黄肌瘦的。就是衣服啊也破破烂烂的啊，就拿着普通的枪啊，就在战壕里边也就可能三到四个人啊，反正也人没有几个人，然后拿着那个枪在守在那个战壕那边的时候，然后看到左边那个大路上面一大堆大部队过来了，大部队过来的是都是人高马大，我们的瘦子啊，瘦子又是瘦，面黄肌瘦，又是饿，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哦，我看到他们都。人高马大的就是从部队从那边过来啊，一条大公路上面都是人呐、啊，看不到尽头。我一看，这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正在这个时刻，那个观音菩萨在我后面就把我抱起来啊，抱起来让我看。哦，又看过去，根本一望无际啊，根本没有看不到尽头啊。但是他们也没当我们一回事，以后他是从那个地方走的啊，他们就根本没有在乎我们，没什么啊。然后他们就走了啊，和我不相干的，他们走他们的事，我们干我们的事，不相干的事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树啊，一出版以后，他们这些人呢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他们没发现。但呢，总有读者就普通的那些老百姓之类那些读者就慢慢看到这个树啊，把我们这个观念引到他们脑袋里边，引到那边脑袋里边，今天一个，明天一个，哎，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知道，越来越多真相，越来越多的时候，
然而终于他们发现我们这个的这个，然后他们部队也散了啊，然后他们又过来要找我们了，这个原来那个战壕来找的话，也没找到我们战壕那边，就是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，叫啊，哎，对他们来说不了了之，我们把这个信息就传出去了，好像我排完以后哦，看到这个结果我不焦虑了，不焦虑以后呢，就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？我要吃早餐了，我盛饭的这个就盛了原来的一半都不到，一半都不到呢，我就吃了2、3口以后啊，好像饱了，不想吃了，那不吃就不吃，丢在那边，上午也没饿啊，按照正常的话早就饿了，也没饿，到中午的时候也没饿，到下午可能要2点半以后了吧，可能我就跑过去要，我一看那个早饭还在那边，我就倒点热水，就直接倒在里面就把它吃了啊，也没吃菜，然后到晚上也不饿，晚上不饿的时候呢，我像那个早上那个那个菜还在那边呢，我就把那个剩的一点点就把它吃掉吧，然后。就吃了一点点啊，昨天吃的那个平时的，1/3都不到，也不饿。哎呀，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我说前阵子肚子鼓怎么之类的，就是那个人焦虑嘛。人焦虑的时候就跑过去吃水果，当然我那个理由也是啊，那个水果放在那边不吃它要坏掉了嘛，所以哎呀这边有点要坏了，我赶紧把这个吃掉。呀，我一看那个也是有时候一次吃2、3个不吃掉也坏了，哎呀感觉，就这样。就是，人一焦虑一个就吃啊，后来昨天呢不焦虑了以后，好像不想吃了，也不饿了啊，不饿了。然后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啊，肚子鼓是应该是吃出来的，只是说不像人家那个大吃大喝吃肥肉什么之类的，我就吃饭和吃水果嘛，昨天水果也没多大吃什么，好像就没有那个要吃的那种感觉也不饿了，原来呢到了时间点以后就会饿，所以啊。所以我就原来听人家讲，有的人说那个感觉不高兴了，或者生气了，然后或者有焦虑了，他就吃东西了。有的人说自己生气了以后，或者同妈妈吵架了，吵架了之后我就拼命吃东西，我就觉得奇怪。我说我以前能够，我一生气的话，我就不想吃饭了，我就一生气我就不吃饭了，哪有说还吃得下的？人家就说一生气以后就吃得下。哎，我现在体验了一把人焦虑的这个，就像又转移点什么，吃东西啊，来转移那个焦虑，或者吃下去的这件，肚子吃的是鼓鼓的啊。当然，临盘当中还有其他信息肚子鼓起来，但那个这个鼓也很明显。但那昨天最明显的一个就是，就临盘完了以后就肚子不饿了，也没有想要吃东西的意思啊。昨天一天吃了以前的1/3都不到，好像也没饿啊。哎，要神奇的一幕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早上再回忆了以后，我就再看了一眼，哎呀，我这个太神奇了，这个整个一个呈现的过程了，我几个瘦子面黄肌瘦的站在战壕里边，骂了你的战壕嘛，人差不多一人高哦，拿了那个就是普通的那个一枪，打一枪三个子弹，打一枪当个子弹，人家一个大部队过来的人都，人都看不到底啊，不是一个人一排，好像好几个人，并排的走吧啊。然后都是人高马大的那种，哎呀，是不行的，人高马大，这好像用不完的气那种的呢。从那边过，他们也没在乎我们的啊，就没办法放在眼里。然后看不到尽头啊，然后观音菩萨也抱起来让我们看哦，但他也是在支持我们的意思啊。你看他们那么多人，哎，人很多，但呢不是冲着你来的，不是冲着我这边来的，是去那边的啊。同我们不相干的啊，你们就做吧，就相当于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把它做起来，反正他们没冲到我们呢，然后把它认出来一个人家就潜移默化，武装的那些老百姓，武装的人多了一个，他们就搞不下去了吧。现在关键问题，为什么那个人家要说疫苗啊，病毒啊检测什么之类的，人家还有的人听了，因为大家都找不到，有的人就抵抗的就抵抗，不抵抗的人也找不到那个反抗的理由什么之类的。一旦有理由找到的话，人家就搞不下去了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。